轮回之外，宿命之中，皆为虚像。虚像，皆为虚像。无方幻界，我远远就听见蝼蚁喧闹之声，一看果然是几个下辈在此作闹。在霍庸的美术设计上，整体造型我们都力求还原原著的精髓。这里我们要特别提到一个细节，我们在例会上为他添加了幽灵之戒，一方面这象征了他祭使的高贵身份，另一方面这枚戒指也是他强大力量的来源之一。黄瓜，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霍庸的新技能吧。作为罗侯神的御前祭使，霍庸是一名极其灵活的暗属性咒师。然后他其实有很多很特殊的机制。我们先说他的第一个特殊机制是，霍庸可以同时掌握多属性的绝学。具体的来说，霍庸可以从战场上的冰、岩、暗属性的身上吸取力量，强化对应属性的绝学，并根据需要打出的属性来对敌方进行克制。哇，那岂不是整个战场都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对，是的，即使霍庸其实他就可以无视这个暗系原来一直不可以克制别人的这个弱点了。举个例子，如果处在某一个冰属相的这个角色附近，霍庸在他的回合开始时就会获得一个寒蓝的强化，提升自身属性的同时，他释放的冰系绝学也甚至可以打出比冰属性的队友更强的威力。这在天地劫手游中算不算是一个开创性技能了？没错，在原作中，这位罗侯精心创造的技师，原本就可以自由灵活的使用三系的咒术。那我们最终决定在手游中也还原这样的设定。另外它其实当它融合了冰、岩、暗三种元素的力量之后，它就能够打出超强的爆发。哇，这个爆发能力在战斗中具体呢如何体现呢？求保姆教学啊。其实它是一个霍庸的专属绝学，如果回合开始的时候你已经拥有了三个元素的强化，当你使用此绝学魂天推星触发再行动后，就可以让下一个释放的绝学同时能够享受三种元素的强化效果，并且额外造成伤害加成。霍庸还有一个独一无二的机制，这个机制是它可以使用一个它可以布下一个全场的结界的气力技。是这个结界叫无方幻界，它可以短时间内有效地防止全体的敌方角色使用绝学，并让友方的暗属性角色获得全属性加成，和伤害型的绝学回转加速。这边额外可能要提一点，就是这个效果它不同于之前的一些光环和其他的领域效果。当我们击败了这个结界的释放者，这个结界也不会立刻的消失。对，有点类似于像一种环境。哇，真的是太强了吧，那全场敌人岂不就是瞬间窒息了？确实如果作为他的敌人会感到非常的被动。无方幻界的机制是受到原作的剧情启发，在原作中霍庸被相应暗算，临死前他放了最后一个法术，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无方幻界。一个绝大部分的英灵都无法在这个空间中生存的这么一个地方，直到古城楼兰被封印之后，夏侯乙等人来到这边。
那既然这样呢，那技师大人我势在必得啊。说起来，技师也得安排一个新皮肤吧，看我期待的眼神。在介绍霍庸的新装之前，我们还想提醒一下各位少侠，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在2021年的年底，我们举办了一次周年的英灵时装大赛，当时冰璃以绝对的优势赢得了第一名。最终的效果请看这边。